要大半活扔上来哦。沿街采访啊，我这一部片的采访车怎么知道啊？嗯，坐前面的，要采访要坐前面。就是报道一下。现在泉州这种车子多不多啊？多的很啊。现在公共汽车有了吗？有，只有啊。你一天能够赚多少啊？一天能赚多少？快啊！不迟了。你看我们下午打工啊，这么大的天很辛苦啊。买这种鞋在哪里卖最便宜的？你们哪里人呢？啊，老家那个地方。我老家也是这边。啊，浙江杭州，哪里？你是杭州人？干嘛不是？我说你不是杭州人，不是家里还会讲闽南话。我不是在这边长大，我籍贯是这边。南漠的。老家。啊？南漠。南漠的。我是山东。啊？我是山东。哦，我是南漠的。我会说几句。啊，会说几句，不能说不起，不会说几句。他是一声音很强啊，他也很。你到那个地方，就在现在。我在三明啊。三明啊。他们都讲普通话，不说这个。他们要说这个。好。很好，做人很好，都不能讲。让小林开始演一个。温州就是太久不好啊。啊，温州什么地方好玩呢？以前什么地方都可以好玩。哥吃的肯定很好啊。那么难，都没那么好啊。你应该留在他们那边捡，然后就放那个小高嘛。那个角落，小高只会管他，前天晚上回家还要帮忙换换衣服。完了完了。这个不是随机吗？这个都有号码的。老牌的，原来的，现在老牌的，那姓什么？他是共产党，共产党的车，我们是国民党的。他那是共产党的车，我们是国民党的，不能走啊。